嗱，咁啊講翻語言同足球啦，又因為即係嗱，好簡單，英倫即係英國隊呢隊嘢分開做四隊，嗯嚇、啊，固然有英國人狂妄自大、多佔便宜嘅心態，因為佢足球王國嘛嗱，屌我揾諸侯你打一打啦，北愛愛爾蘭、誒蘇格蘭、威爾士，屌總言之，我哋咧就分五隊。咁當然啦，愛爾蘭已經獨立咗出去，咁應該係即係充分地咁講咧，就應該係另外一隊嚟噶啦。但係北愛、威爾士、蘇格蘭都仲係喺大英帝，即係呢個大英帝國之下噶嘛，即係佢係冇獨立嘅喺聯合國度冇噶嘛，係咪？咁啊，佢咧採取香港模式啦，係佢哋帶我哋先嘅，就係香港隊可以出去咧，用佢自己嘅即係呢個會籍咧去比賽啊。又是这样的。这个英国人去到苏格兰踢球，你说苏格兰球不是说什么呢？英文呢？哎，都不同的。因为苏格兰英文是听不到的，是不像英文的。我 fuck, 那你不要以为他说是人民，是 fuck, 是吧？我不是取笑苏格兰人。我真係試過喺利物浦倫敦利物浦啊，倫敦嘅利物浦街嗰個站嗰度，我就喺個火車站行出嚟，就問一位昂堂六尺、非常之威武、塊面紅卜卜嘅警察，我問佢，我話點點點點去邊度？佢講咗兩分鐘，我唔知講乜，就係佢係嗰個蘇格蘭口音好重。咁蘇格蘭口音其實係。即係條頓民族咁樣，因為英國俾人入侵噶嘛，咁打過嚟噶嘛，咁所以你英國人自己發明咗叫英文之後咧，你又唔俾人哋講，你侵佔人哋係咪？不過即係因為英國嗰個 power 太大咧，因為佢嗰個工業化真係冇得頂，係咪？佢自己向外擴散都咁犀利啊！喺英倫呢個三島之內咧。真係冇辦法，啲人都屈服，因為你去工廠做嘢，你唔可以講自己嘅語言，係咪？所以其實喺好大程度上面，即係你睇到語言係仲作為一種壓迫嘅工具，都幾犀利。佢要你忘記咗你自己嘅文化呢個語言啦。其實好簡單，愛爾蘭人喺愛爾蘭本土嘅人係少過喺佢世界喺外嘅。譬如好簡單係咪？呢個愛爾蘭。得三百幾萬人口，就話大佬你走去美國嗰度都砰砰聲啦，剩啲愛爾蘭裔係咪？呢個係咪喺波士頓咁大佬，所以 IRA 作為一個恐怖組織，美國佬唔敢話佢係，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愛爾蘭喺度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睇個成個問題，我覺得翻返入正題。共產黨是不是想消滅廣東話呢？可以存疑，但是那種態度的傲慢，那種的粗魯就很清楚了。喂哥，你搞什麼運動會關我撚事嗎？你搞運動會就可以叫人家不撚講廣東話，這樣白撚痴的，你就揀撚去遼寧辦咯，是不是啊？即是大家沒必要說用這個陰謀理論說這樣開始是壓制廣東話。我看個方法，即係你證明到，但係呢種傲慢、魯莽、目中無人、高高在上好清楚。喂，我有事，我咪揾你做品咯，係咪？我要搞個國際盛事，我唔中意廣東話，因為廣東話唔係國際語言。我而家財大氣粗講普通話，人咁多行出去，阿哥而家去西九啊，你唔識呢個普通話都唔掂㗎，因為好多業主係或者租客係呢一個講普通話㗎，阿哥。啊！必要時咧，唔係咧就用英文同佢溝通噶，阿哥，係咪啊？就咁嘅一回事啫嘛，係咪？所以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今次嗰個保衞粵語嘅風波咧，冇必要去猜測佢話佢想要廣東話冇運行，但係佢覺得你要冇運行就要冇運行，個邏輯就係咁樣，即係話我係高高在上，我有一種叫普通話嘅嘢，我中意叫你。講三回普通話就三回普通話，或者你唔講都得，但你要聽普通話聽三個月，咁呢個亦係一種
你係咪叫大國三民主義？我唔知啊，就三民主義就一定係啦，係咪三民主義嘅意思咧？就係話唯我至上，可以係民族三民主義，亦都可以係其他三民主義嘅，係咪？所以因為三民即係譯翻嚟咧，一個人名嚟㗎，就係、是、呢個法國嘅，即、就、係、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好，咁你即係我哋講翻粵語呢件事，你點睇咧？我覺得最近有兩次大型集會，其實嗰個激發點係呢個廣州政協一個意見啦。其實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即係政協係咩，大家都知啦。政治功能，功能團體啦。即係喺個政治架構上，其實係一個冇乜影響力嘅諮詢組織啦。係啊，即係個有趣嘅地方係，好似有時我覺得即係香港啲電視台，譬如呢個美國國會開聽證會，有個右翼嘅智庫嘅人走去講咗一大輪反華嘅，跟住又大就話哦，美國有啲好大嘅反華勢力啊咁樣。其實係一啲冇乜影響力或者冇乜權力、冇乜實權嘅人，但係有少少地位嘅人講有個咁嘅提議，就搞到咁樣樣，其實係有少少出奇嘅。咁所以係咪其實係講緊係咪大陸嗰個政治教育令到人哋令到好多市民、好多民眾唔知道其實嗰個政治制度點運作啊？太封閉令到啲人唔知道政協有幾多權力啊？定係其實本身反映嘅一啲更加深層次嘅矛盾咧？呢、這個可能就要我哋唔係呢個係你要喺大陸長期生活嘅人先至明白嘅、嗯。你可以文革咁，因為毛澤東搞文革嘅時候有一個好出名嘅語錄啊嘛，佢話咧啊呢一、這個即係要。即係佢就話咧，製造即係呢個製造輿論啊，反革命又如是，革命又如是，佢親口講啊。所以老毛咧就係從啲細眉細眼開始嘅，係咪啊？從套戲《海瑞罷官》開始，咁啊搞噶嘛，係講文化先噶嘛，然後先至搞搞，原來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搞，原來有走資派咁搞噶嘛，你好難怪香呢個大陸人嘅喎哥，因為你要明白。而家俾大陸人當係豪傑嘅文革，就係咁樣搞起嚟嘅喎，你明唔明啊？即係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落咗呢一條嘢落之後咧，跟住就喺度炒啦，炒邊個即係資產階級嘅反革命分子喺個意識形態啊文藝嗰度做嘢，咁你咪死咗人咯，咪三家村又拉咗嗰三個人又拉去鬥呢個海瑞罷官，係咪啊？喂！係真係咁搞喎，又亦都係，亦都整咗八套樣板戲俾你日日睇嘅喎，哥係咪啊？總言之咧，都算威嘅老實講，八套你最少即係一個禮拜睇唔曬先啦，係咪啊？人睇一套就係咪啊？咁你即係你諗下係咪啊？即係大佬佢都識計數㗎，八套樣板係咪啊？唔好你話日日都係講尾啦，係咪啊？嗱，所以個問題就係話，阿榮你要明白，喺好多大陸人嚟講，佢知道。呢、这個政權係會用歪理或者造製造輿論嚟做埋一樣嘢噶嘛？咁佢覺得喂你政協講，我點知呢個政協乜撚嘢人嚟㗎？係咪啊？政協有冇過底到共產黨？因為好多政協本身係兼兩個黨籍㗎嘛。而家可能好啲啊，即係咩志工學社九三志工會九三學社，佢又喺嗰度咧就做主席，其實喺共產黨嗰度又係黨員嚟都有嘅喎，哥。雙重黨籍。係啦，因為共產黨咧係用特殊材料做嘅，佢允許你加入第二個政黨係得嘅，你去領導第二個政黨啊嘛。所以其實咧呢個講起咧就真係講多兩句啦，當係老人家長氣啊。第二屆嘅政協會議，十居其九，嗰八大民主黨派嗰啲頭面人物都共產黨嚟嘅，你明唔明啊？咁你死唔死啊？即係有長。歷史上已經是這樣，是啊，現在在香港都是的，你曾國成是共產黨，大家知道，他說不是，他又不認，他說我是民建聯，都可以的，因為共產黨是一個革命的先鋒黨，他可以在黨的允許底下加入第二個政黨，去領導第二個政黨，滲透第二個政黨的嘛，即是聯俄勇共的時候已經是這樣，這個聯俄勇共我一會講，一會講給大家聽。咁咧，而家又到時間咧，我哋咧飲杯水，食個包，屙足尿啦。咁一陣翻嚟再講。